我们现在打车出发，然后距离这个位置要14公里，啊，很不合理。希望它那个景色值得吧。大概是。你觉得我看起来比你年轻吗？啊，我们已经到了东江什么什么什么公园，反正，哎，我真的看着比你年轻。你都五十了，大哥。给大家看海啊。总的来说，这就是一个沿海的公园嘛，有点像台湾的那种河滨公园。你听过 SHE 那首《河滨公园》吗？今天天空有点飘着小雨，看林仔瞎领路。哎，这公园没什么人啊，因为它离这个市中心吧，打车得要300多块钱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海的旁边，太屌了。可以眺望的观景台，还有那边一个说很像是那个韩国济州岛的一个公路，哎，这挺好看的，挺好看的。我是说这个景儿，可以从这儿上下去，拿个石头。比如在这个公园夜跑，应该很舒服。昨天被人暗杀了，人退。除了你，没有人会暗杀我。我们是全场最年轻的了，感觉。你们小朋友得给自己。刷绿旗了，果真无敌。我们来到这边这个地标性的建筑了，就是一个看着非常高级的一个造型的公路，哎，它也可以算是个雕塑吧，感觉可以拍照片。把人扔下去，那鲨鱼。被林仔强迫的拍照时间。应该不是拍，我先拍两下，给你感受一下。坐坐一点，你好适合坐坐。你的情绪好复杂呀，你分不出来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。那我就是流泪。别流了，你还是笑吧，这样挺好的。你觉得这边适合拍照吗？适合两个人互相给对方拍。好，我们现在就逛完这个公园了，我们下一趴干嘛？去吃东西。好的好的，你饿了吗？拜拜。